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宇。我们来看一下3月23号的运势对十二星座的影响。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双鱼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橙色，适合多关心和帮助别人，不要感觉太自我而忽略了身边的人哦。你的直觉可以帮助对方找到他的方向，你帮他整理盲点的时候呢，你对自己的想法也是随之更清晰了。第二名牡羊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淡蓝色，适合陪伴对你来说重要的人，不要懒懒散散，对别人漠不关心哦。你能为对方的利益着想，对方也会更在意你和支持你。你直指人心的体贴和关爱，带给对方美好的体验的同时呢，你也能收获美好的一天。第三名处女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绿色，适合去亲近对你来说有好感的人，不要装作不在意而错失良机了。你对那些别人不注意的细节很在意，能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用心，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是多在意吧，这可以帮助你表现自己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需要努力的星座，第一名天蝎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黄色，适合去学习不一样的表达方式，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很强势，沟通起来又词不达意了。你要稍微改变自己的观念了，才不会让对方误认为你做事的态度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哦。第二名金牛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白色，适合放软身段，多听听别人的意见，不要一昧地指责对方的不好。你在意的那些事情呢，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，对方比较不足的地方，如果你看到了就去帮他一把吧，对大家都有好处哦。第三名狮子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黑色，适合多与对方沟通，不要给对方随意贴标签了。你在意的人做事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哟，你不要没有经验，然后没有经过理解去误会了对方的好意。你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多了解他的想法，可以避免一场争吵。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，信任是互相的，我们今天还是要一起加油哦。